哎，你好，那个咱家现在还有啥馅饺子？就猪肉酸菜和韭菜鸡蛋的。啊，又他妈谁来了？赶紧把酒拿进来！你等会儿来人了。这是我家大哥，这是啊。你怎么烦人了？天就要喝酒，要拌菜吗？啊，先不用。那啥姐，那个你这结婚多长时间了？十多年了，变味儿。啊，那我先上这坐着了啊。你等我一会儿，十五分钟。行，那好嘞。嘴搁那干啥啊？脑瓜里装的是？你别跟我说，等着。不是你这和我大哥天天干仗啊你？天天喝酒，喝点酒就不知道咋回事儿。你别跟我大哥生气。那啥，你今天啥馅饺子？我都先买好的，你可以看。我给我来个牛肉的吧，姐。行，你等一会儿。那啥，我是不是管你叫姐叫差味儿了？我应该管你叫嫂子是吧？你叫啥都行。那行，嫂子，你别跟我大哥光生气啊。我先过去了啊。嗯，等我会儿。哎。